首先就是獅子山學會白仲琦先生，白生，多謝主席。三分鐘。主席，我哋今日香港已經去到一個極之緊急嘅危險關頭，好多越嚟越多聲音話咧，我哋嘅一國兩制已經失效。但主席，我哋今日嚟到，都相信我哋大家都仲對香港好有希望，仲係諗住嚟盡力保護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最能夠保護一國兩制嘅武器，就係我哋豐厚嘅庫房。不過，主席，我哋嘅立法會、我哋嘅政府，到今時今日都喺度想盡辦法去摧毀我哋嘅庫房。仲繼續想起啲唔知邊個會搭嘅高鐵，同埋飛機都冇空域起飛降落嘅第三跑，而佢哋見到億萬富翁嗰時候，竟然心諗住係派錢；見到啲完全唔知有幾多資產嘅新移民，又係諗住派錢；同埋見到啲有車有樓、完全冇經濟需要嘅人，都仲係諗住派錢。庫房嘅錢一洗曬，香港就會好似希臘咁樣破產。希臘破產之後，就直接俾歐盟管，連稅務局嘅都俾歐盟管曬。所以如果有一日香港同樣咁樣破產，就當然俾翻我哋中央政府管啦。大家仲記唔記得希臘破產之後銀行擠提嗰個樣？咁大家係咪想喺香港見到咁樣樣咧？但唔好唔記得啊！其實大陸今日自己都要解決佢哋嘅產能過剩、債務就嚟爆煲嘅難題。其實佢哋唔係更加需要保護一國兩制咩？如果你唔信，咁點解特首要不斷喺香港去 sell 一帶一路？連港交所李小加最近都話香港股市係經過風浪。但如果你問話香港憑咩可以救國呢？因為我哋有一國兩制咯，大陸有嘅嘢香港冇，而大陸冇嘅嘢咧，香港就有。主席，今日呢個諮詢係講福利派錢制度，其實就係中港矛盾同埋土地問題其中一個最大嘅戰場。我哋睇下嚟緊嗰個新界東北補選，竟然係由最建制嘅民建聯到到本土派嘅參選人都同樣咁反對老人派錢。點解咧？因為佢哋終於明白我哋獅子山學會不斷講嘅，就係派錢唔係福利。福利是应该用来帮啲连自己都帮唔到嘅有需人士。但如果你睇土地问题，最近有个赚二万几蚊一个月亦都有楼嘅会计师，佢係俾政府捉到佢喺公屋申报嗰度讲大话，话自己係冇收入冇资产，但竟然佢只係俾法庭罚咗二万几蚊。主席，如果你我哋唔即係將呢啲咁樣完全有能力負擔私樓、擺明浪費公共資源嘅公屋富户立即踢離我哋嘅公屋制度，我哋點對得住真係有住屋需要嘅人呢？主席，我相信今日喺度嘅人都同意保護一國兩制應該係我哋嚟緊香港所有政策嘅第一目標。所以主席，請你繼續保護一國兩制。好，多謝曬白。